卫生局截至今天下午6点，那新增2起藏寿司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，那分别在4月9号，民众4人在新庄红会店，以及民众2人在新店玉龙城用餐后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，那1人未就医，5人就医后症状缓解，已经返家休养。那卫生局接获通报后，随即派员至新店玉龙城藏寿司进行稽查，那现场见油炸机不解，以及冷冻库未除霜等部分卫生缺失，已命业者限期改善，若借其仍未改善完成，可依违反食安法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另现场呢，抽验民众共同摄食的可疑的食品，那包括像是鲔鱼、山药、军舰以及秋刀鱼寿司，抽验卫生标准，那讨检验不合格，将依违反食安法依法开罚。那因为藏寿司近期已有3家分店呢出现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，那其中2家呢本局已命其暂停作业，那其余呢依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卫生局启动其他分店全面的稽查，那其中有2家稽查合格，另外有3家呢有现场有部分卫生缺失，卫生局也依规定呢命其改善，那后续倘有不符规定将依法开罚，那其余4家分店卫生局将持续的查核，以确保民众的食品安全。